要是发成这样，不论是蒸包子还是蒸馒头，是不是想失败都难？面粉500克，10克白糖，促进发酵，一定要选择这种耐高糖型酵母，不仅可以蒸包子馒头，炸麻花做面包都可以。加280克清水，用筷子搅成面絮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做好型以后，醒发20分钟，上锅蒸15分钟。喜欢吃面食的朋友，赶快在家里试着做一下吧。